身心障碍者要知道自己的障碍，也要认识其他身心障碍朋友的障碍。我们要沟通，我们要认识，要搞清楚自己的障碍和朋友的障碍，我们才有可能跟社会要求什么是合理的支持。这需要时间，这需要训练。但是我必须诚恳的说，就一个老师，我也看到了，不可能每一个老师知道每个障碍生的需要需求，只有身心障碍生自己才知道。而且不仅要知道你自己的需求，你要知道身心障碍其他身心障碍朋友的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跟教育部做集体的诉求，做政策上、结构上、法律上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这是一个不同障别人认识彼此的好机会。就是身心障碍被要求听话，这个人家给的爱心就好好接受太久了。你必须要倡议，你必须要讲出你的需求，你必须讲出你哪里得到不平等的待遇。如果你今天是在学生，请你组织起你们学校所有的身心障碍生。美国为什么有比较好的无障碍校园？那是因为美国的无障碍身心障碍学生在学校组织起来，跟学校讲说这是错的，这是歧视我的，这是违反我的人权的。所以不管你在国中、你在高中、你在大学，请你把你们学校自己的身心障碍生组织起来，有系统、有组织的跟校方、跟教育部、跟其他的组织单位对话。不是的，身心障碍的教育生不是特教议题，它是文化议题，它是平权议题，它是教育部更高层应该出来面对的问题。文化部应该处理身心障碍的议题。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样的机会跟其他人欣赏文化，我们如何去培养身心障碍自己独特的文化？那我常常听到听障同志朋友常会跟我分享在他们在学校遭受到的情况，他们常常遭受到性别霸凌跟性别气质，所以我一直开始怀疑教育部没有在启聪学校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去年很遗憾的，在台南启聪学校就爆发了性侵案件，所以我现在就要强烈的要求教育部不要漠视性别平等教育，我觉得应该要落实在启聪学校，而不是漠视我们有接受性别平等教育的权利。有很多人问我说艾滋跟身障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人问我说，身障朋友是不是比较容易感染艾滋，所以你们今年要来走。如果今天因为有障碍，因为有歧视，那所有的人就应该走向街头来跟社会大众说，我们要去歧视，去障碍，对不对？对。我有一些身障朋友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去练习辅具，因为复健科的人说，如果你有艾滋，你现在练了辅具之后，下一个人感染了怎么办？更有一些听障的朋友告诉我，他好害怕他自己感染艾滋，可是他不敢去验，因为现在目前艾滋的检验里面并没有这样子的服务，也没有这样子的辅助员，然后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去知道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路德协会站出来跟身障朋友在一起，对教育部的诉求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校园里面，艾滋教育不能少，友善共生最重要。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感染艾滋又合并多重障碍的结果，让他们成为弱势中的弱势，让他们更边缘化。我们希望不管感染艾滋与否，不管身障与否，不管活在阳光下或者是黑暗中的朋友，都可以生存无障碍，活着无障碍。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啊！耶！Thank you.
看三代子的走向一面。